看看新闻网。那还没有走出离婚风波的李亚鹏呢，最近又被网友啊这个翻遍了情史。那想知道他的初恋女友到底是什么样的吗？看看。怎么样，眼前这个恬静典雅气质的女孩就是李亚鹏的初恋了，是不是觉得美翻了呢？她叫刘岩，曾是电影《跟往事干杯》的女主角。我真的喜欢你，但我绝不再碰你。据说当年李亚鹏和刘岩一起从新疆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刘岩在中戏只读了一年就退学了，此后渐渐地与李亚鹏失去了联系，直到2002年李亚鹏拍戏受伤。我的初恋在我的心目中今天到今天为止都是非常美好的。我拍《射雕英雄传》的时候把左腿的那个韧带摔断了，我在医院做手术，做手术然后我就全麻，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一睁开眼睛就是他拿着一束鲜花就站在我的那个病房门口。